我叫骡子，其实我大名呢叫田螺，我是一名保安。明天你不用来了，换人了。今天的主角不是我，我给大家讲的是几个过气老炮的故事。干我们这行的三年一个期限。别打了，打我熊老弟儿。我大哥叫老高。你不是我兄弟。咱们兄弟一场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你说当年这柳凤来算是来路不明吧，他那孩子怎么就在你俩面前就掉河里了呢？救命啊！你咋不管东医叫爸爸呢？不行，你个窝囊玩意儿！他是谁？他是我前夫。好白菜都让猪拱了。干我们这行的三年一个期限。凤来当初的目标就是我。别扯犊子了，我分析这柳凤来就是惯犯，专门找男的结婚，诈骗钱财。结婚就是一种形式，最重要的是过日子。抓！但咱不能放弃。毕竟是咱兄弟，咱们兄弟一场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我们为了不是你吗？现在证据确凿了，天天到处当大哥，以后你离他们都远点。咱是亲兄弟呀、啊，真是你干的？不重要，还大哥一个。你们兄弟，兄弟都不信，你配当大哥吗？你不是我兄弟。